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思诺，欢迎回来。今天的这个视频会比较特别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希望通过改装的方式来完成两种不同风格的妆容。可能是因为前一阵儿看了那个毛戈平老师的改装视频，真的被惊艳到了，所以也想尝试一下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今天用到的全部化妆品都是国产的，包括睫毛夹什么的，全部国产，帮大家试验一下效果怎么样。第一个妆容就是比较日常、比较清透的这么一个感觉，也是我平时都会化的一个妆，用到的颜色呢都是比较常见、比较自然的。这里我用口红代替了腮红，不是因为我别出心裁，而是因为我忘记买颜色比较日常的国产腮红了，但我觉得效果竟然还不错。接下来就是我今天想画的第二个妆了，是一个比较复古、比较成熟的浓妆。这个绿眼影真的是我的一个自我突破，我打死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使用这个颜色。但是这个盘的名字真的很浪漫，然后呢，也比较符合我今天想要自我挑战的一个决心吧。为了看起来成熟一点，腮红和修容的颜色都会比较深、比较夸张，也会打在颧骨比较往下的位置。我的发际线比较靠后，但是又想拥有那种头发很蓬松的感觉，所以就只能靠画发际线了。因为我觉得第二个妆还是太不日常了，然后我平时也不会化那么浓的妆吧，我也不知道视频剪的效果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网友们会不会喜欢。不了吧，我接着剪视频了，拜拜。